好了，热闹已经看完了，本公子该打道回府了。慢。方丈，你身中七步夺魂散之毒，稍有妄动，小心性命不保。老衲之生死何足道哉？只是这中原武林的存亡才是大事。阁下若有七步夺魂散的解药，可否惠赐？要解药，咱们平时素不往来，凭什么要我给你们解毒？公子是想拿武林盟主的宝座来要挟吗？那就要看中原武林的命脉重要，还是方丈的个人面子重要了。都不重要。向来武林盟主之位受各门各派所推崇，德高望重者方能居任。哼，你以这卑鄙的手段谋得武林盟主之位，也不怕一笑江湖？师太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只有大义，没有大谋。峨眉派不能为了活命而屈膝在这卑鄙的小人之下。哼，臭尼姑，你可想清楚了，峨眉一派也许就因为你这句话而从此断绝。吾辈习武尚义为何所在？正义与邪恶原本就势不两立。我们峨眉派虽然都是女子，但也不允许奸徒猖狂相欺。峨眉派就此了断了又如何？只要正义所在，峨眉派宁死不屈。师太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这武林盟主的位置我可以不坐，不过我偏要你们领上我的情。冷月流星，奉送解药，让众人服下。是。你卖好师恩，居心何在？师太多心了。这武林盟主的位置虽然尊贵，不过也要列位心悦臣服，当起来才有点意思。在下只不过是佩服师太的英雄气概，才以解药相赠。这中原武林若少了硬脾气的峨眉一派，玩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呀？月溪，朱婷，你冷静一下。我要替我夫君报仇。放手。花儿，你真的误会姐姐了，不是我杀的齐一溪。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朋友，我不想你变成这样。闭嘴！齐一溪到底有什么错？为什么要杀他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杀他！花儿，婷姐姐。婷姐姐，我都跟叶大哥说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要为齐一星讨回公道。周婷，齐一星真的死了？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凶手？明月溪，你有胆子杀人，没有胆子承认吗？花儿，你要想想看，杀人是要有动机的。我跟齐一心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他没有替傅红雪去作证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你就杀了他？这不可能。
齐一心是我跟红雪的救命恩人，如果只是因为他没有替红雪作证，我就要杀他。你要真这么想，未免也太小看红雪跟姐姐了。姐姐，你根本就不是我姐姐。你表面上说是我姐姐，可是你在背后却要暗杀我。花儿，姐姐不可能对你这样做。那天你和婷姐姐吵架不久，公孙图就带人来围杀婷姐姐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婷姐姐早就没命了。原来公孙图一直是你明月心的手下。我早就离开云天之殿了，我跟公孙图怎么可能还有主仆关系？你向来诡计多端，谁知道你离开云天之巅是真是假？我本来以为我嫁给了别人，只要我跟傅红雪再没有任何瓜葛，你就会放了我，就不会那么恨我，可以成全我们姐妹之情。可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你连我最后一丝丝幸福的希望都不肯留给我。你害我也就算了，齐一心救过你，救过傅红雪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为什么？花儿，你先冷静点。姐姐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找出真正的凶手。你不用再找了，因为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。好，你说我是凶手，你不相信我，那我杀齐一心是你亲眼看到的吗？春婶全部都告诉我了，她全部都看到了。如果你再狡辩的话，那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明月心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！花儿，婷姐姐，你姐姐这几天跟我寸步不离，如果她杀人的话，我不可能不知道的。啊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周婷，你看不出来，明月心和傅红雪他们在让着你吗？我护着他们，他们俩随便一掌就可以把你打到一边去。如果真要为难你的话，你还能在这儿无理取闹吗？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！现在是我的丈夫被他给杀死了，你竟然说我在无理取闹！你冷静一点，明月心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根本就不可能是他杀的，最有可能，我看就是那向逸天。当然，我们还需要证据。可是春婶，她真的是亲眼看到，就是明月心杀的。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明月心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？你不仅抢走了傅红雪，你连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你都收买。周婷，人家都已经成亲了，事已至此，我……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？叶大哥，哎，我说错什么了？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是说我因爱生恨，故意嫁祸给明月心，对吗？不是的，婷姐姐，叶大哥不是这个意思。原来我周婷在你们眼里，竟是如此不堪。你们都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你们全都在欺负我。花儿，花儿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了解你心里的感受，姐姐跟你一样，看到你这样心里也很难过。你给姐姐一点时间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，好吗？明月心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不会忘记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花儿，姐姐。